神树国始所造之物，到底还是烈性难除，愚蠢至极。我也从未想过你怀有如此恶毒心思。莽夫，本尊辛苦谋划千年，皆是为了唤醒神族。汝等无知之辈，却妄图将本尊大业尽毁，这不过是你的妄念而已，不必找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放肆！ 区区一介人族，竟可吸纳武灵之力。天地灵气散溢六界，世间众生同有同享，同生同存。你自视为正神，却依然囿于樊笼，浊世可怜。汝等低劣之辈，如今也只能成片刻口舌之力了。蝼蚁卑贱，才妄想平等。本尊乃伏羲天地以自身灵力所塑。 只需本尊奉先此身伏羲之力，即可启程。你竟将自己作为阵眼！武灵之力和灵兽的本源相通，需我破解。 绝！来吧！向天雷！
守护，必须我来攻击。Thank you.
生存，我们就打上神界。奎玉大人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先灭了你这神族的走狗。魔尊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在这里给我等着。等什么？炎魔泉灵气已经完全枯竭，等到魔界变成大荒，大家坐以待毙吗？让你们等着。恢复了，都看到了。退下。揉这炼品。师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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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姐。师姐。我们说好相守一生的，你不可以走，师姐。青叔，青叔，师弟，师弟，你醒了。尊驾是。本座乃天帝驾下九天玄女。我师弟修吾呢？师姐在我心中同样是特别的存在。等此间事了，我会请求神界允许我留在这里陪伴师姐。我喜欢你，想成为你希望遇到的那个人。修吾剑手违律犯禁，思恋凡人，然制止乱臣，求人得人，功过皆消，其原果将重归神树。他为什么在你生命即将消亡之刻，修吾用共生之术将你救活。师弟，月清书，你助神界成奸有功，案例可赐引渡升仙。我只要修吾，他已还命于你，再难复生。
缘起缘灭，何苦执念？我们说好的，无论将来如何，彼此都不分开，还望玄女大人让我带修吾回明树门。也罢，世事造化自有命数，但春姿剑为神界神兵，须留在神界。多谢玄女大人成全。惊慌的一面，牢牢
朝朝暮暮需要，生生世世缠绵间复有多远轮回，有几遍却不及那一生相守的誓言，日夜萦绕在我耳边，生死茫茫间是年年不忘的岁月。是年年不忘的岁月。天下安定后，天师门和白家致力于弥补过错，天师门自省，重返道心，情妹倾白家之力补偿旷役，协助百姓重建家园。弃友中的仙灵兽在复生后多投效明术门，对弟子们注意甚大。之后明术门声望日盛，拜师者络绎不绝，小秋成为了我的小师弟，他如愿得到了一只能抵抗煞气的玉灵，潜心修炼，已经去了魔界，加入天魔众。他还告诉我，玄女大人曾邀请苦雨前辈重归神界，但前辈拒绝了。我想无论前辈身在何方，他心中之道都不会有变。晴妹同阿游一起回到泉隐村成了亲，一同致力于研究医病解毒的良方，他们常纸鹤传书来给我，还给爷爷捎来治风湿的药。只可惜爷爷已经用不到了。虽然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，但我知道只有他一直在这里，不会离开我。